其实这一个都是我的梦想、啊。没有没有，你穿着衣服 cosplay 不能用你本尊的声音哦。哦，好，欸、要用卡通配。对，是的，这一只是我的。其实它配音差不多是这样。那弱掉了。配音是高音的。哦，有。哇，哇，我来玩国歌。只是这样子的，对，试试看，试。哇哇，其实这个三块猪。三块猪。Piccolo San, Maka, Cosa Bo! Wow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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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ow!所以，我的希望比克大魔王的是，我就是地球的拯救者，哈妹，哈妹，哈！加油！有拼，有拼！全套的，我眼睛这个，哇塞，这个老好，这个就妈祖庙里面，这千里眼顺风耳嘛。太好看了，哇塞，太好了啦！这个牌子就派上用了，苏格格有没有？原来你是苏格格，来，没人认。其实这一个都是我的梦想、啊。没有没有，你穿着衣服 cosplay 不能用你本尊的声音哦。哦，好，欸、要用卡通配。对，是的，这一只是我的。其实它配音差不多是这样。乱讲，乱讲，那弱掉。配音是高音的。哦，有。哇，我来玩国歌。只是这样子，对，试试看，试。其实这个三块猪，三块猪，你们都来讲猴子，对他这个就是那个 feel 要出来，对啊，你这个哈唯一的败笔啊，苏哥哥，是，你穿上一切都很好，你有必要穿皮鞋吗？不是，是模拟比克的鞋子啦，因为待会要错了错了，对 对比克的鞋子是咖啡色，像树根一样的，对，你怎么会可以说？有研究，那不行，你比克，我跟你讲，那你要比克的声音要出来啊，对，试试看，开始，米拉桑，我的希望，比克罗桑，啊，马卡，科萨波。不是火流 Ken 不一样，我现在还停留在火流 Ken 讲到快打旋风流，它太浅了啦。对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阿里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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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这一种啊？阿里古，对，还有日本相扑的嘛？对对对，对对对。那卡兹米，看这一套真的有拼啊！比克真的超像的，我觉得这个很多就是玩 cosplay 都比不上。哎呦，哇，比克有没有看到？哇，这个妆不容易。对，画完也不知道是谁，而且他们两个是眼睛都要闭着才会像哦。对啊，一下睁开又不像，有没有？两下。那你们全程闭着表演。闭着，闭着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全程闭着表演，一直闭着，就看他们表演喽。这个厉害，厉害，厉害哦！一起来看七龙珠，啊！看到没有？义翔与苏哥哥带来的哈梅哈梅哈。
空术，五空术，看可以站多久。五空术，再让我们背一下，再让我们背一下。对对对，他们脚力很好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哇，掌声鼓励！哇，气势好！所以你有没有看到，这就是一种叫什么？这叫诚意嘛，对不对？哇，后面这个 LED 龙再来哦，酷哦！而且你们怎么叫得到神龙啊？好厉害！这个花钱就买得到了，是吗？是不是收集了七龙珠，那龙就会出来？不是啊，现在要七颗茶叶蛋才可以耶，是吗？对呀，然后它里面还有，它有一招就手会手伸长，手被扯断，它里面的绝招。哎，因为我觉得绝招都有出来。这个意思是我们那么想，那在我们做这个表演的时候，其实比较难的是道具的发想。对对，然后那个技术上有一些困难。我本来跟逸翔说，我们还是退通告比较安全。其实，对，但是因为我这一年来就只有这个通告。没有。其实真话，刚刚哈，不是你没有讲话的时候，整段表演是成功的。对，你就对嘛，对啊，你是共能菇吗？对不对？他这个是真的，所有的这个全方位的表演，因为我从来没看过掌风，他可以画成具体的东西，对，具体。哎，那火球会这样子跑的，对。然后他又最后那个大的场面，所以我后来发现哦，其实这一段表演哦，只要是人，他进去表演的话，他都会红。因为他整个故事结构太完整了，对不对？你叫白云来演这个谁？悟空的角色，对，就不会红。还是要看人，还是要看人，还是要看人。太好看了，尤其是那个怎么比克大魔，他让我想起哦，我最早的时候我模仿过一个布袋戏的人物，就是欧北龙君。欧北龙，一边黑人一边白的，我跟你讲那个也不行。主要是他能够牺牲，这样没印象，因为这里涂成这样子哦，要很大的勇气。有一次我在家里看直播啊，我气到打电话进去骂都打不进去，真的吗？太多人了，欧北 N 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他直接讲说，就我的欧北龙棍，我们的欧北 N， 来，合理的，超级感动，真的哈。那个龙出来的时候，我想说这个节目真的花，对，那龙涨风四 D 啦，超四 D， 因为那龙是很贵啦，还好我们便宜。你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，什么地方了？该龟派气功是柱状的，哦，对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因为你总不能拿两坨那个柱状这样冲，它可能速度太快，看不到。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，这个已经下次要注意，相当成功。这个后置再帮我注意一下。今天你们两位是有冠军相的，真的，谢谢。我们观众朋友的表演就看诚意嘛，对呀，都已经演到这样了。今天如果再没有得到你们肯定，离开艺能界。今天的总冠军那就是七龙珠，恭喜苏哥哥还有逸翔，总冠军哦，哇，白白好开心哦，对呀，在跳哎，哇塞，那感动，后援会来上来献花，后援会上来了，上来是龙扛上来，来拥抱一下，拥抱一下，哇哇，白白都来了，来来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等一下，你明明是他女朋友，你为什么手上绿绿的？哦，抓到了！好家啦！他是白白啊！哎，那那那那，哎，你那，这你有？大绿吧！喂，大绿吧！大绿吧！不啦不啦！太激动，太激动！讲清楚哦，讲清楚！交女友？为什么丑绿绿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帮他走了啦，走了啦！不讲清楚，他走了。没有帮他擦那个啦。擦哪个？擦哪个？擦哪个？不清不白，你也不白，有气力跟出力都一样。对，所以我还找你上公告。他擦哪里？算了，擦哪里？擦哪里？我没有擦我的手，因为我没关系，对啦，没关系啦，很有啦，对不对？这个也算今天你们难得拿冠军，绿绿出道这么久，从来没有这么好成绩，对。对啊，我要谢谢大家。来来抱一下，抱一下，抱一下，抱一下。不要不要不要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抱一下，抱一下。走了，你们可以开始抱了。怎么又回来了？来来，一翔一翔一翔抱一下，白白的，对不对？多好的，对，好吧，再次恭喜他们。